那最近有人把你误认成是那个复活创造一点还是怎么样？我自己都是，我有次看新闻，想说陈意涵有钱，我想说我什么时候变有钱了？然后我一看就哦，对，然后才发现哦，原来同名同姓，还蛮巧的，因为他好像本名也是这样。然后因为我也没有看创造一点，但我知道那个很红。然后对啊，然后好巧的是他的经纪人也是我之前的经纪人，对，就是在豆哥那边的经纪人，所以很蛮巧的。对，豆哥是之前陈意涵的意思。没有嘛，那个经纪人现在已经不是，哎，真的，对，那个经纪人现在也没有在豆哥公司，但我们都是认识的这样。嗯，那之前去看篮球啊，就是在网上发文，就是被哦，对对对，我觉得我是觉得就是球赛啊，或是政治或是宗教这些东西都是很主观的，我觉得尽量大家就是可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，还有可能我可能有一点用词不当，或是大家没有办法接受，那我觉得这就是个人观点的问题。对啊，会觉得很委屈吗？因为其实蛮多人哦，不会委屈，不会委屈。我觉得确实，你知道平常很喜欢讲话，就哦我要累死什么，所以其实就觉得自己是一个其实讲话习惯的用语。那我是真的觉得所有的运动员我都是很欣赏，我也都觉得他们很厉害。那可能因为我们属于公众人物，所以用词可能真的不可以就是想讲什么就讲什么，就是自己要就是注意一点这样。